我是养牛人吴哥，今天呢继续陪这个客户到农村选牛啊。现在可以说口蹄疫比较流行，所以说出门选牛，为了选择健康的牛，所以，咱们选牛的时候有几点需要引起注意。在今天那个视频里头，我会给大家，逐渐的去分享。是草种，是吃手，这两个要种牛。这大耷拉憨啥的也行，耷拉憨啥都够用，是不是啊？挺懈怠，就这松皮打鼓的才能长大个呢。你要右皮紧绷的就白扯了，右皮筋贼扎紧的那就长不了大个。那就长，它那个长。懈怠呢，这就好。你看你一拽这个右皮吧，这稀松，就好。这疫苗是不是没打呢？疫苗是没打呢？打几天了吧？看着吗？那行了吗？这定义功能这都够正常，只要他敢瞄敢那有这个心思就行。哎，没那想法就完了。我说嘛，这样，你跑一圈也不呼呼不喘，素质在这儿啊。那，谁干他得了。完了，一定走。完了，再把那些纸花的一整，对，就完事儿。哎，我把咱的缸拿下来。不用，就给他给你缸上。啊。小玩意儿行。这玩意儿你就别看现在，后期发展。那得掉呗。啊？这回你抓就给啥都不吃了，给包饺子都不吃。我操，你看不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小哥，别着急。行，我闪了，我不敢使劲。不用，哎，没套上。好，没套上。哎。那这玩意儿驴锅的。哎呀，人家还有三个小虫子，小三。你买这玩意儿，快点！能接了。一个，四个呢。还有一个，小伙子愿意养这小宠物呢。我看家呀，一来人他不用我，没听啥他就啊叫我。他家怎么多呀？这猫在猫的这一窝的，完我得这玩意儿。掰嘴看看，掰嘴看看。别空伺候地儿啊！我养它四年了。来，你也瞅瞅，今天。啊。看，全撸了。啊。这上牙怎么看看？那啥呀？那不是，那不是，它是这口蹄疫，它破口，知道不？一小圈一小圈的破，知道不？这没有破口。行，它破这地方是一小圈一小圈的，破一小圈一小圈。这溃疡像溃疡似的呗。那红眼儿，这红眼儿正常。那没事儿，那都没事。我告诉你，它要是有口蹄疫，它就你本院就不可能看这牛，知道吧？黑龙江大老远开这么小玩意儿来装牛的了。你装上就知道了，装上就看他装几个就知道了。回家了啊，好好的听话啊。开这么个小半截了。你想给家前现焊的啊？现焊的，都回去好了。现焊的回来挺好。棒子杆装上。哎，省得防滑。对。后边垫的。能不能整上去一会儿？你别装啥。装啥个行？松宽的吧，离家远，一千公里。一千多公里的。
到鸡西那个啥呢？虎林呢？还不1000公里？嗯。那地方不太远了吧？看，这整多好，多好！这棒干饿了还能吃两口。你这没事一揣过就没了，这咱能上去？这玩意一揣过就没了。我要走。你上车就往上滴了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不了。这抬前腿儿，我你拽我。哎呀，这坏了！你给我拿手机给我录。不要拽椅子，不要拽椅子。我你拽椅子，我能拽。我不拽，不拽。那你俩别把椅子整坏，还有留，还有留，换椅子。上车！哎，再招后屁股，妥了，招后腿。哎，哎呀，哎，再给点摔过摔过就好了。掌上经常说，啥事没有的啊？可以说咱是专业整这玩意儿的。是，这玩意儿怎么摔？稍微摔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摆过这玩意儿。总之就是在这个口蹄疫流行期间呢，出门买。首先得挑这个抗病毒的止发头的利索不利索，另外就是牛选好了，在这原地啊跑，让它跑两圈，看看这牛喘不喘，腿脚利索不利索。第三点就是，让这个慢牛的把这个牛嘴掰开，看看这嘴里头起泡不起泡。